张宇。男嘉宾你好，我也是东北的，然后现在刚到杭州。你觉得改良过之后的菜很好吃吗？爆改的菜你也知道啊，像鱼香肉丝这个东西，在我们东北它的做法跟南方完全都不一样。南方加了笋丝儿啥的，咱东北没有这玩意儿，就是黑木耳、萝卜丝儿，然后还有青椒丝儿，就这些东西。对。左边应该是东北版的是吧？右边是原版的。对，它跟原版有什么联系吗？都。它都有肉丝儿。我吃过很可怕的鱼香肉丝，上来之后我一看这里边有黄花菜，有木耳，最后我说我们点了个鱼香肉丝，这不就是吗？我说我以为我理解它叫木须肉，厨师理解的鱼香肉丝是这个样子的。